你们仨，这上面有30条知识点，背下来，下次我考。走吧，才30个。帮你扛的，自己来，让他慢慢来啊，走。哥，这事儿行吗？走走走。孟凡，到，以为我不知道是吗？报告，我体力好，多拿了一卷。报告，闭嘴！孟凡，赵天乐加罚5公里，现在就去。是是。这事肯定有人告密，咱以后得长个心眼。知道了。一个人这么能吃啊？可能是咱们训练程度大，这人一饿啊，胃口就大。也不能吃那么多呀。天乐，老孟，饭我已经打好了，直接过来吃吧。看你们挺累的，特意给你们留的。这个。行，那你们先吃，我去打我的了。哎，哥，自己吃吧。天乐啊，多吃啊，吃撑。哎，西城哥，大家好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为什么不能用水扑灭汽油着火？啊，这道题我会啊，我会啊。尝这水它密度比油大，然后这个油呢可以飘在这个水面上，然后啊增加这个燃烧的范围。它增加了这个燃烧的范围之后呢，立即用泡沫灭火剂进行扑灭。没错，这就是我想说的。哥，你这态度有问题啊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啊，如何定义扩散燃烧？记不住，忘了。哎呀，我现在真的不在状态，不如咱先睡觉吧。明天早上我背得更。李启成，我们俩陪你玩呢。哎呀，这怎么是陪我玩呢？这是。你现在状态不好，这题你不背了。那你进了火场状态不好，是不是这会儿就不救了？哎呀，这不还没进火场呢吗？你干嘛提进火场？李启成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牛啊？是，我们知道你练过跑酷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那点小伎俩在消防上根本派不上用场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这不进来消防从头开始学吗？啊，你厉害，你厉害，你最厉害，啊，你特别厉害，真的是厉害。咱俩比比。啊？这，哎，比什么呀？这，哎呦，哎，走走走。看看去。
西城哥，来吧，来吧。 怎么回事？李西城，这……哎，怎么样了？右臂粉碎性骨折，左腿肌肉拉伤，现在正在打石膏。谢谢医生。傅真，别说了。老孙，是，带他们回去。 消防是什么？是救援，是信任。信任跟你朝夕相处的那帮兄弟。天台上，你赢的是事实，输的是信任。而这录像，你赢的是真相，输的还是信任。你是个短跑运动员，身边的人都总想着超越你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？ 正是他们，才是促使你前进的动力。对不起。 这次虽然是个意外。 但是，在我看来，他也许。 我以为你们训练呢，干嘛呀？都这么看我？对不住了。爬楼梯的训练的小报告，其实是我打的。你们都错怪他了。其实啊，他早就知道，只是没告诉你们。手机录视频呢，是想保留下证据，然后再告诉你们。 这点我做的不对，我给你们道歉。哎，行了。
我今年是没戏了。你们呢，好好训练，争取取得个好的成绩。明年我还来。都不抱我一下吗？啊！小心，小心手。加油，加油。你先进来，古来哥，过来过来，怎么大半夜的来这儿啊？过来过来，来。能考过就考，考不过就算。哎，对了，凡哥，你为什么吃巧克力就不紧张了呀？是啊，你又不低血糖。那个，从小我在孤儿院长大的，然后当时那个院长说，捡到我的时候，看我嘴里就含着块巧克力，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吃巧克力，我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，所以你看我考试的时候，我就背着巧克力，我一吃，你知道啊？不是，你们干嘛呀？你们这是？不好意思啊，老孟，我们也不知道啊，这。哎呦，真对不起。没事儿，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还有三分钟。时间到。
招出来。是什么呀？他给你的东西，交出来。老孙，收卷子。是，你们俩跟我去办公室。拿给检测部门化验。是。报告。说，为什么总是针对我？你想知道？行。你目无组织纪律，唯利是图，一身的小聪明，纵使你身体素质不错，你也不适合这儿。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所有人里面最应该走的就是你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不如我们打一个赌吧。如果在接下来的模拟考试我拿不到团队第一，你可以无条件的开除我。我如果输了，你无条件开除我，那你输了呢？你说，那我给你留点面子。你如果输了的话，穿 Hello Kitty 的衣服一天。报告，进来。叶战，检查完毕了，只是普通细致，有轻微巧克力残留。今年这个考核项目算是很全面了吧？这个难度也比往年大了很多，因为假人设置的位置障碍物多不说，能见度也低。他们不光要学会救人，更重要的是要适应各种恶劣的条件。为什么上这么大的强度啊？只有高强度的考核才能选出真正适合这个职业的人。咱们毕竟改制了，和往年不一样。可是你这种练法啊，平常身体素质不错的人都未必能通得过。战长，咱们俩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？只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这个方式就可以实行。咱们只选尖子吗？没准儿最后就剩根独苗。什么情况？上去挺快，现在还没动静。根据前面几组情况来看，基本上都是这样，都是上了五楼速度就降下来了，你们发现了吗？我估计是里面设置障碍复杂，然后烟还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五楼就让我来吧。风哲，一会儿检查一下分水器，千万别出任何问题。明白，齐晨哥。怎么着，李西城啊，表情不太自然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什么后悔不后悔的，我这不脑补一下你穿 Hello Kitty 衣服的样子吗？别忘了到时候来张合影啊。我要自拍。别跟着贫嘴，我是专程过来给你们几个加油打气的。一年的训练，今天就是展示成果的时候了，要记得自己留下的每一滴汗水。加油加油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到我们了。哎，老规矩别忘了，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！确认装备，调整呼吸。注意水管铺平，别打结。楼梯里水多，滑！大家脚底下小心点啊！注水注水！
稍等一下，水在脱口了，我马上重新连接。哎，李继承，你们这儿一多，安全第一。不等了，你去下面，这里等着我来。哎。这烟雾也太大了吧！我发现假人了，我也发现假人了。加油，还没输呢，别掉量子啊！我可不想离开。准备准备，水已经上去了。我的脚。三哥，三哥，天乐，继承呢？我就在这里边呢。你们先下去，这交给我吧。啊，继承，收到，请恢复。假人摆放的位置，我找到假人了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去帮他们，你自己注意安全。好，快点，时间好像不够了。齐恒，他们是不是没有希望了？哎，把假人放到直径的位置里啊！李继承，李继承，你那边假人找到没有？不用管我，你们先撤。三哥，继承哥，让我们先撤，撤撤啊！李继承，那我们先撤了，你也快撤，好，快走。看来你秦王的出色表现，要失望了。消防员呢？哎，你们看，哥，救援完毕！臭小子，西城什么情况？护你半天，你也不回话，我这不没来得及吗？我怀疑啊，这些教官就是一群变态，在里面设置那么多障碍。我反正怀疑啊，他们把所有的烟雾弹全都放进去了。哥，你知道你刚才没出来的时候都给我们吓坏了吗？好在人没事就好，人没事就好。怎么样？问你话呢，怎么样啊？多少多少多少，说话多少？这不赢了吗？你干嘛丧着张脸啊？赵天乐，你玩我们是吧？你臭不要脸！别跑，别跑！唱歌就这样啊？我唱多高亢、啊！我唱的还不错吧？你们俩除了声大，别的都不在调。来，帮我拿下。你们两个想怎么唱就怎么唱，想怎么玩怎么玩吧。你干嘛去？
啊？有情况？什么情况啊？有情况你问他去，你问我干什么？不是你姐，我姐啊？我姐啊，我哪知道？小领导，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你吧，万一咱以后没有分到一个地方，我这样还能联系到你。不用了。我不是那个理论知识不是特别好吗？我以后想补习的时候还想联系你呢。你新配的单位都有理论老师的。哎，可是咱们如果今天就这么分开了，以后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了。以后的事谁知道呢？恭喜。恭喜。恭喜。谢谢教官。哎，来来来，各位往我这儿看啊，咱们来合个影。来，笑一个啊，三二一。西城啊，我和你妈敬你一杯。哎呦，祝你成功的参加了消防队伍。好，以后啊，你妈再也不会因为你找工作的事儿睡不好觉。谢谢赵叔，谢谢张姐。哎，哪有觉好睡啊？你没看电视上讲，他们干这行的好危险呢。再加上这小子没轻没重的，以后我还不知道得给他操多少心呢。张姐，你儿子在新训的时候，不仅没有没轻没重，而且还非常的耀眼夺目。这个我可听说了，在比赛当中呢，他夺得的是第一名。哎，好吧好吧，赶紧吃吧啊，吃完早点休息。哎，明天啊是你第一天到站里报道。我得想想再给你准备什么东西啊，快吃快吃。好，快吃。姐，你是不是托关系了？为什么我们一起闯的关，一起拿的第一名，只有我被分在了后勤啊？你分在后勤是组织安排，我没有权利干预的。我来是为了进火场救火打通关的，我不想进后勤当陪练。天乐，没有陪练那怎么能通关呢？我们天乐啊，到哪里都能发光发热的。拿着，给你的。姐给你加油啊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新人报到。姐，西城哥，冯城，你也分到这儿来了？对呀，不只是我，一般好多人也分在这儿了。真的啊？你西城是吗？哎，来看一下你这资料完善不完善。哎，好。不是谁动我电脑了？这是，这图标怎么这么小呢？不是，那同志。你们两个谁会修电脑啊？帮我看看。不会，我来帮你看看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图标小是吧？啊，你看看。哎，好了。嘿，真行啊，谢谢啊。很简单。怎么称呼？啊，我叫李西城。陈大俊。大俊哥。我西城哥可厉害了。我知道，新训之星嘛，你有名的很。哎，以后如果没有你们的关照，我这新训之星也没什么用。我正好自己做了海鲜粥带过来，要不然大家一起尝尝啊。来来来来来来，
丹尼哥，来，尝一尝，尝一尝。谢谢谢谢啊，我亲手做的。教官，来一份海鲜粥。啊，谢谢。教官，来。哎，好。齐生哥，我就不喝了，我吃过早饭了。拿着。没吃饭，就饱饱肚子，吃饱了就暖暖胃嘛。我也吃过了啊。可以可以，好，丹尼哥。小李。哎，这是孟凡，是咱们站新来的消防员，他以前也是消防员。你把他过去的和现在的资料整理一下。好。白宇兵，李西成同志带的海鲜粥，尝尝。啊，我不吃了，我吃过早饭了。哎，我就说这屋里这么大动静，肯定是你来了。真好。哎呀，酒喝完了，缘分还没断。缘分这东西啊，我从来就没想断。正经点儿，你现在是正式的消防员了，得有个正式的样子。叶展，你怎么穿成？你喝粥吗？粥我就不喝了。那个，李西成，你跟我出来一下，把报道流程给走完。好。厂，休闲区，电脑房。图书馆咱们都参观过了，现在我向你们隆重介绍咱们的鸿门影院。这可是咱们站的私属影院啊，跟外面的院线基本上是同步的，各种大片。这就是咱们的健身房还有台球，改天可以切磋一把啊。怎么样，咱们这儿的健身器材可以说是应有尽有。大军哥，什么时候咱们能有点惊心动魄的事情啊？每天这样过，岂不跟养老一样？臭小子，你要什么惊心动魄的事儿？我告诉你，没事儿才是好事。大军哥，你这对待工作的态度就不对。放心吧，什么出生入死、抢先救援的事情，这些都交给我们就行了。到时候你们就舒舒服服地站在旁边，随便指挥指挥就行了。你们这些心，哎呀，乌鸦嘴呀、啊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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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情况？邓副同志，我的孩子在里边，他生病了。我本来要带他去医院的，结果门打不开。求求你们救救他，求你们救救他吧！你别着急，准备切割机。大军哥，不然让我来吧。丹军哥，进。图图，图图，图图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！别怕，别怕啊，别怕，没事了，没事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。是，就是你们家孩子。对，这就是我的孩子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我现在就带他去医院。谢谢，谢谢。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别怕啊，别怕，图图。咱们消防员的职责呢，就是抢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。人家图图既是生命，也是财产，对吧？哎呦，我都知道，只不过这个称为孩子，够惊心动魄吧？说对。哎，西城啊，为了欢迎你到我们这个集体，这几个菜是专门给你加的。
你得多吃点啊。谢谢吴战。吴战，不对吧？这几个菜都是你的心头好，你这是以公谋私啊。顺顺人情就不是人情啊，太不好带了吧你们现在。吴战说的对啊，新加几个菜就是为了向新同事展示我们集体的温暖。这个说的温暖啊，我女儿今天刚画了几幅画啊，来你看看，名字就叫温暖，怎么样？好看好看。嗯。哎吴战啊，你说咱这一天天就吃吃喝喝健健身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，要没什么大事的话，不如咱就散了吧，太没意思了。哎呀，乌鸦嘴呀、啊！快快，走走走，快点快点。西南角发现被捕人员。